上班族很多時候都有頸緊膊痛的問題的，接下來這個動作就是訓練頸椎的深層肌肉，可以增加頸椎的穩定性和減低肌肉勞損的。這個動作正確的做法就應該是收緊下巴，但是仍然是保持頸椎是直的，就不要耷低了頭或者是整個人傾向向後，就以為自己是做了了。而瞓喺度嘅動作咧，就亦都係要收緊下巴，然後先至逐節逐節咁樣將個頭係升上嚟。就千祈唔好成個頭咧係直向上咁樣樣提起